今天呢，我的妹妹她请我吃这个下午茶。我没有拍你，我拍姑姑。然后姑姑现在在结账，她总共消费了560元。对啊，所以我没有拍她脸啊，我拍她背影啊。我们在这边吃，这里很雅致，古色古香，很特别，很棒的一个下午茶的地点。谢谢姑姑，谢谢姑姑，谢谢小朋友的姑姑。五个画面一下哦，我妹请我吃的是这个 Coco 松饼屋，这个很特别，里面很酷。要